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视频。这两天连续下雨，然后我们家的那个鱼塘里面的鱼都跑出来了。上次抓了一点，但是看到那个田里面还有，今天我再来试一下看能不能抓到。刚刚那个捕鱼的工具漏了，我现在换一个好一点的。终于逮到你了！快拿桶来！嘿呀，我看看有没有。好像就这一个。上去，哎，逮好像，取个去逮，逮，哎，两个，我慢慢拿来嘛。那你就，哎呀，哎呀，找到了！哇，好大力气的！抓不住了，算了，太累了，我都精疲力尽了。刚刚收获两条，其实里面还有的，实在是太累了，但水比较深，又不好照。